看好，十点联系吧。咱们走计划。喂喂喂，喂，第三期要给了吧？抓紧一点。导游，哎，对了，你准备啊？不行不行，没有汽车了。八点以后啊，这就开始运营吧。哎。什么事儿了？幺二是几点开啊？11:35。电脑会车。对对对，哎，青霄跟刘林一样。喂喂喂，哎，老刘是吧？喂，怎么样啊？啊？喂，第七支山要不要？传完了，不行啊，我们那可是军用品呢，你再让我们等，等到什么时候啊？你说，李站长。我们那水车呀，是跟人家五区合作社订了合同的。你要是耽误了日子，可影响咱们果蝇公司的信誉。哎，我们这两车机器工厂还等着开工呢，在这儿等了3天3夜了，这到底是怎么搞的？同志，别急啊，真的，我们呢比你还急呢。可有什么办法？机车少，车站线路设备又不够，不光咱们这个站，这几天是上行下行各站都不断闹堵塞。我们实在是有困难。哎，你们怎么能想到困难？怎么能想到办法吗？这是军用品，一般推进就不行。我们两家拼搏，我们哪路都要开工了。对不起，不能说到车怎么办？下面这。大鹏，你也吃吧。吃吧。好家伙！怎么了？运真是像开了锅一样。好多人催着要发车，金站长没辙了，急得直冒汗。嗨，没关系，咱们给他多拉点。哎，还差半个钟头开车了，你们快吃吧。嗯，我去换点粮食去。你怎么喝凉水呢？刚吃完饭，你看你还出了身汗，你不怕得病啊？不要紧，凉快凉快，你看多棒。那也不能喝凉水啊，你要一病就耽误工作了，健康第一，你懂不懂？我说的呢，这脚唰的这么一道金光，金子啊来了。杨宝啊，下来下来，干什么？说什么了啊？说什么了？没说什么。就是啊，我们是说今天又和金车长在一班，我们大家伙啊都感觉到十分荣幸之至。哎呦我天，说着说着你还拽起来了。这话说的，鸭子还有三嘴，又何况杨宝。切，你别扯别的了，什么金子金子的，你怎么老叫呢？叫什么呢？哎，我没名字，你不知道我叫金燕池啊？对呀，你看咱把人大名都给忘了，这主要是我的缺点，对不起。这调皮鬼。哎，车长同志，说真的啊，不闹了啊。谁跟你闹了？哎，好，要是我们这趟车今天拉不动，您在后边给推点啊，别叫我们司机长丢了人。你要是再调皮啊，以后我就不跟你们在一块了。哦，不跟你在一块呢？告诉你啊，我们这个车上啊有三个钩子啊，想跑你跑不了啊。哪来的三个钩子？不就一个钩子勾着他吗？你也跟他学。哎，同志，怎么样，交涉好了没有啊？嗨，别提了，
跟他说碰水也不行啊。金站长还说什么这两条井子轴了，满轴了。啊，对了，是满轴了。我跟你说，我们这两车货是815工厂订的机器，开工的日期都订好了。那要是不拉走啊，工厂就要耽误开工了。哎呀，真急死人了。我们这趟车也满了。哎呀，你们铁路上运输可太慢了呀。哎，同志，你不懂啊，火车头这玩意儿啊，它拉多少这都是有一定的，可那也得看情况啊，想办法克服困难嘛，同志。哎，同志，这个困难咱想法子解决。有法子吗？嗯，下来咱们都合计合计。燕池，你先到运转室，等一下我就去。好，我马上去。你先走了。哎，司长，你有啥话赶快说吧。咱不说机车的劲头没使完吗？啊，这次咱们就试验试验，咱把他两辆车拉走，你们说怎么样？真能拉动啊？两辆车也不过90吨吧，您把气儿烧足了，我把气门开大一点。咱不是研究过吗？再说您俩是团员，我是党员，咱不能眼看着困难不管。行，只要你能开，我们就把气儿烧足啊。那可就费把力气了。那算什么，力气身上长出来的，用了了还有。行了，干吧。对，咱给调度员打电话去。好，谢谢啊。山山，龙山，哎，前一轮好了没有？快了。哎，好了就看。好了。哎，我说等接204。老丁，喂，你看怎么样？我的意思，我们就拉了吧。我说郭大鹏啊，啊，你们999还想上天呢？啊，人家别的司机平常的满轴还不敢拉呢，怎么着？你还想超轴多拉两辆车？哎，老丁，一棵树的苹果还有大有小的嘛，人跟人不同，机车跟机车不一样，我们999有这个把握，能拉。这不是找麻烦吗？人家工厂的机等着机器开工，咱们铁路工人不能不管。掌握火车安全运行是我的责任，安不安机器我管不着。可咱们的任务是运输啊，老丁同志，你放心，机车的力量还有的是呢。我说有把握就有把握，能拉。你有把握呀？我可没有把握，我说拉不动就拉不动，不行，不能拉。老丁，调度员，大鹏啊，我看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再说。我知道你开车有把握，从来没出过事故，可你要是多拉这两辆车，到了坡道上拽不上去，一下耽误了别的列车，那不就更乱了吗？那可就更不好办了。金站长，您知道我开车不是1年2年了，机车到底有多大劲儿，我心里有数。再说您看车站堆那么多货，我真着急啊。我倒是挺佩服你这股子坚决劲儿。这两天唐局长为了运输问题也常常到这儿来想办。好，这么办，我同意你试。电话给我，我跟调调说。哎，我说老丁啊，他们那两辆车实在是停了2-3天了。我负责人，我们负责人。我是老金呢、啊。哎，我说老丁啊，干脆给他们挂上算了。哎呀，好了，豁出去了。我老金啊，啊，让999把那两辆车挂上拉走吧。哎，好。哎，老丁啊，你给个命令吗？不用了，快开。好嘞，同意了，你们快去挂吧。走，燕池，咱们挂车去。走。哎，燕池啊，你可千万小心点，千万可别出了岔子。爸爸，你放心吧，唐局长。唐局长来了，两辆什么车呀？多重啊？是两辆机器车，一共有90吨。嘿，郭大鹏那个小伙子倒是挺有股子顽强劲儿。是啊，人家郭大鹏自己提出来的要多拉两辆车，这多好啊。可是咱们这调度员啊，他就不让拉。那调度员也不能随随便便就让多拉呀。这怎么随便呢？你看咱们县这货堆的那么多，主动的想法子，这不是应该的吗？你看我要是当了调度员啊，要是你怎么办呢？那我准不拦他们，我还一定想法子给司机方便，
人家这也是为了咱们铁路嘛。哎呀，算你不捡煤渣才几天，气开，别净说大话，快发车去吧啊！唐局长，那我发车去了。好，去吧，小心点啊。嗯。回来之后把这次作业的情况详细的写个汇报给我。哎，好。号包乘组同志，同志们，你们发扬了工人阶级高度的互助精神，好吧？你们帮助我们多拉了两台机器，找窍门，找窍门，找出他妈邪门来了！哎，陈芒，多拉点还不好吗？现在任务这么忙，你算了吧。我看他们是猪八戒爬竹竿。想出他妈风头，这不讲理了！你干什么？还让他来试试？别急，好不好？那就看看。哎，杨宝，这是谁出的主意啊？这样干，机车吃得住吗？不，你说他们。你小子没吃三天素就想上西天，自己都不知自己多高了。告诉你尖鼻子，上西天这玩意儿啊，我看少吃了几顿素这倒没什么，怕的倒是啊，这一路上碰见个妖魔鬼怪，吐妖气说怪话。走吧走吧，咱们车要回来了。行了，我不来看了，老杨啊，哈，老西头，你在这儿呢，你是郭德纲的老师，你来说一说吧，这超轴九十吨有点悬吧。哎，徐大叔，你从前超过轴没有？超轴我倒没超过，不过这里头有学问啊，我还得好好想一想。这事悬了吧，走了，走了，走了，后边人就少了。哎，老刘啊，你看咱们上月份全月没出事故，这是分局机务科给咱们的表扬，这都是因为咱们对乘务员抓得紧的。哎呀，这可真不容易，应该怎么办，等会咱们再研究吧。哎，这要把它公布出去，跟工会商量一下啊，咱们要大大的宣传鼓动，咱们这个段别说在东北啊，就是在全国来说也算是个大段呢。白天黑夜那么多的机车来回跑，全月没出一次大小事故，这可不简单呢。你这个总支书记也有功劳啊。哎，老孟，他们999包车组找咱们谈个事儿，我看咱们一块儿去吧。你先去吧，我把这个先搞一下啊。好，走吧。哎，老杨，老刘，999可真行啊！走，找您司长学学去。哎，那有什么好学的？开车就是开车呗。小王，走，打球来。好嘞。孟大长。好。哎，老方，我正找你呢。老孟啊，
我前天送给你的999号汇报你看了没有？哎，先别说你那个，你先看看这个吧。这是好消息啊，你看分局又给咱们送了表扬了。我的意思啊，是要好好的宣传鼓动，待会儿咱们开个会研究一下。嗯，好啊，我先到车库去趟，回头到你那儿去吧。好。哎，接皮子，刚才过去那个是你们车吧？是啊。有问题啊，声音不对啊。啊？不能啊，这排气声和走行部都不错。你们车是不是废煤？是啊，这机车可他妈废煤了，错气不均，气势变有毛病了。哦，怪不得废煤呢，我说这个火这么难烧。这对机车的保养，以后你们真应该跟郭大鹏那么好好学习啊，人家999那车保养的就是好。你们车现在干什么？现在进库准备洗罐。孟总统电话。好好好，对，好好整整吧，以后要注意机车的保养啊。车还是人家孟段长真有两下子。嗨，那还用说了，咱们段长是老机务了，人家有真才实学呀。好，你走。哎，我老丁啊，老孟啊，啊，哎，我说老孟啊，我可警告你啊，你们999机车上那个小伙子郭大鹏前天硬逼着我追去，他多拉了两辆车，好嘛，还给我上了一阵子大课啊。拉了可不让拉行吗？一开口就是任务见识，好家伙，这些大帽子扣下来谁受得了。哎，老孟，好吧，老孟啊，你看看你看看什么事儿，老孙。815工厂表扬999号的信，这不上了报纸了？真是，郭大鹏他们也不管机车吃得住吃不住，就冒冒失失的抄起轴来了，这不是要机车的命吗？机车的牵引力都是有一定的，都是按公式算好了的，多拉一吨也不行啊。叫郭大鹏马上来。还有老孟，工会把今天的报纸啊贴在运转室的布告栏上了，你看咱们是不是什么？哎，那就是把方主席也找来。什么事儿要我？老方啊，你们工会也不跟行政上联系一下，就把今天的报纸贴到布告栏上去了，你看这是怎么搞的？这有什么不好呢？人家在报纸上表扬了咱们，工会就应该拿这件事情来鼓动大伙的生产热情啊。郭大鹏这样干是个错误，你们这不是瞎宣传吗？你是工会主席，怎么能鼓动司机随便胡来啊？再说你也是老开车的了，应该知道啊，这机车多拉一吨也不行啊。这怎么是瞎宣传呢？那天999超轴拉过来并没出什么事儿。这事儿闹得还不大呀、啊、报纸上这么一公布，上级看了还不得好好批评我们呢。哼，你看看吧，这是分局今天刚送来的表扬，你看看这一下子全完了。段长，你找我？大鹏啊，你们这个车可是咱们全段的典型啊，你们的一举一动大家都在向你们学习啊，可你平常对于安全运转很注意，做得也很好啊，可你这次怎么冒冒失失的挑起轴来了？你说你这样整机车能吃得住啊？吃得住啊。段长，咱们机车的劲头还有的是呢。怎么吃得住？你有什么根据？我就根据我平常开车的经验。好比说、哎、算了算了算了，你的经验，你开车才几天呢？可我干铁路有十几年了，我也没听说谁敢超过轴啊。按着铁路的规章，多拉一吨都是犯错误啊。好家伙，你一下子就多超了90吨，你这不是拿着人民财产开玩笑吗？这不是，你让孙科长说说，他也有多年的经验了，你问我这样做对不对？可是我们这次多拉机车也没出毛病啊。那是瞎猫碰死耗子，赶巧了。
违反科学原理就一定要出毛病，这怎么能是碰运气的事呢？真是。段长，我们这次操作，第一，超周是绝对不允许的；第二，事后也不向我汇报，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以后你要再这样做就得受处分呢。段长，好了，别说了，我现在没时间了，你回去写个检讨书来吧。哎，把多拉两辆车的作业过程写详细点，以后上级要是问到咱们好做检查啊。早先伪满的工程师啊，人家光是死啃书本，人家开口闭口都是外国的公司工人的实际经验，哼，人家咋瞧不起呢？其实啊，那机车的劲头啊，只有我们开车的猫子最清楚。再说那会儿谁也不愿意给他们多拉，所以牵引定数那时候就定低了，这是多少年的老规矩，这么传下来的。这会儿呢，工人觉悟提高了，是国家的主人，我们为什么还抱着老套不放？说实在的，老刘，机车的劲头啊还有很大的富裕劲儿。你怎么证明机车还有很大的富裕劲头呢？我平常开车时我常想，你说为什么列车遇到晚点的时候我就提高速度抢点就能够抢出来？哎，再说大大河道，我早道的要回去把气都烧足了，我都把气门就开大了，哎，那劲头可大了，很似的就能够爬个坡道去。其实啊，车拉的多不怕，只要车走动起来，那后边车挂的越多呀，那往前推的劲儿越大呀。机车费不了多大劲儿，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起车、停车、爬坡，这个节骨眼可讲了开车的技术。我平常也跟伙计们也琢磨过，也试过，我看只要把开车的技术提高了，老刘，我看多大点行。嗯，有道理。哎呀，大妈，这么晚了还忙活呀？老刘啊，你们一天到晚净说这些火车头的事儿，你给大鹏打听打听思想吧，你问问他多会儿能找个对象结婚呢？也不能一辈子总跟火车头结成夫妻呀。妈，大妈着急抱孙子了。是啊，我这么大岁数了，不缺吃也不缺穿，我就缺个胖孙子，要有个大胖孙子那不就有活干了。也是啊。妈，你忙去吧。你们说着话啊。好，大妈你忙吧。郭大鹏这些道理我认为还是对的。老孟啊，你认为怎么样？是啊，郭大鹏开车是有一些经验，可是他并不懂得科学定理。你根据我的经验来看，我认为他的说法还不一定对。你说铁路上多少年来这操作规程定得很严格，这都是用科学公式算好的，我们不能不讲科学就让工人们随便创造。不，一个成功的创造就一定合乎科学，不然的话那就不是什么真正的创造。咱们应该相信群众的热情或智慧。话是那么说呀，可是科学问题能够单凭热情来解决吗？你说咱们断了快一年了都没出什么事故吧，这是为什么呀？这就是对安全工作抓得紧呢。安全行车在咱们铁路上来讲这是最重要的。再说吧，这机车的力量是有一定的，你超过了定额多拉，那我认为那就是冒险呢。科学定理啊是应当重视，可是你要知道科学定理也是从实际经验当中总结出来的嘛。根据他们车长经验师的汇报看来，他们能够多拉这90吨是有一定根据的，我们应当重视。孟三举同志啊，看问题不能看得太死了，应当从发展上去看啊。
唐局长，新调来的那个金燕池同志来见你。好，叫他进来吧。好，今天就谈到这儿吧。好，回去之后啊，你们要发动群众，让大家讨论一下999超轴的事情。对，老孟啊，我的意见希望你再考虑考虑。好，那我先回去了。好，随时把情况汇报到局里来。对。唐局长，我看老孟这几天的情绪不大对头，是不是分局表扬过你们两回自满了？是啊，我是有这么点感觉。老孟入党两三年以来啊，一直表现得还不错，可是近来因为工作上搞得挺好，在群众当中也有一定的威信，就不大肯听别人的意见了。这也怪我，对他的帮助还不够。是啊，你们总之要加强对他的帮助和教育，千万不能让这种情况再发展下去了。嗯，另外也要讨论一下这次超轴的事情，说不定郭大鹏超轴啊是解决目前运输困难的好办法呀。对，唐局长。哦，燕池同志。好，你好。刘书记，那我走了。好吧，走吧。燕池同志，调你来学调度，高兴吗？高兴。可是唐局长啊，好些人都说我不能当调度。怎么？谁说的？我们段上的人说的。说什么呀？说文化太低，还说说的那话呀可难听了，反正就说女的干不了这活。不去管他，文化低呀、啊、是个问题，可是你可以一边学业务一边学文化呀。嗯，至于说女的能不能当个调度员，那要看你自己的努力了。田桂英还不是开火车了吗？这也是个斗争啊，要努力，要准备克服困难。嗯。啊，班长，什么事儿？我写的材料。好好，先放在这吧。哎，喂喂，哎，对对对，要快点送来啊。好，哎，等一等，等一等。哎，陈秘书，把郭大鹏写的这个材料啊公布出去。哎，找一块大的黑板呢，字写的清楚一点，就摆在楼的前面啊。好了。孟段长，我请示一下。哎，这下午再说吧，我还要去开个会。喂，是我呀？怎么开会？哎呀，不行不行，我这还有两个会等着呢。老孟啊，郭大鹏写的这个材料是你叫公布的吗？是啊。怎么？你同意了？那当然了，要不然叫他写这个干什么？公布出去，让全段都知道知道，对大家也是个教育。真奇怪，你昨天不是说在分局汇报的时候你不同意老刘的意见吗？可我就是现在我也不同意啊。怎么，老孙呢？你还有什么意见啊？你看我说奇怪了，老孟啊，你再仔细看一看吧。什么？999超轴的经验总结？哎，这个题目就不对嘛。这怎么？这是怎么写的？以后还要继续试验超轴？我，这谁叫他们这么写的？你看怎么样？我说你一定是没有看吧。快去把郭大鹏赶快找来。老刘啊，你看我让郭大鹏写一份书面材料检查他们乱超轴的错误思想，可是他把它写成什么了？哎，超轴的经验总结。
还提出来呢，以后要继续试验超轴，你可真是岂有此理。老孟，我知道，这是我跟老方都同意他这样写的。怎么？你同意？是。老刘啊，前任唐局长怎么说的？他不是也没下结论吗？你为什么还同意这样写呢？结论是没有下，可唐局长还指示过叫他们全段发扬民主，展开讨论呢。哼，我不同意这样写呀、啊，这份材料不能公布。党总支认为唐局长的指示是正确的，应该在观里发动大家研究。至于郭大鹏写这份材料呢，那也不过是代表他们小组的意见，别人要不同意可以展开争论呢。徐大叔、啊、你看我写那个材料了吗？你说那个超轴的事啊？哎，看到了，我们小组里头都讨论过了，我说这个事儿就能行。可是不知大伙的意见是怎么回事？这提起大伙来那可就不一定了，有的说是个创造，有的还说是胡闹，像尖鼻子他们那个族听说都反对，可是七六九那个族除江老头一个人反对以外，其余都赞成。哦，我们车回来了，反正先不管他们说什么吧，好事你就干到底。嗨，我告诉你，从前我都想过这些个事儿啊，可是那会儿谁非这份理解啊？等歇班的时候咱爷儿俩好好研究研究啊。啊，哎，可是有一样，你给他耐住性子，稳稳当当的来，可不能出岔子啊。对，走了。哎，你这个调皮鬼，还没吃饭呢吧？和你大哥一块吃吧。嗯。安宝。嗯。今儿你穿那么漂亮。今天两点钟欢迎苏联专家嘛，你不知道？怎么不知道？一会儿我也换个衣服。还有两件事，你大哥不知道吧？什么事儿？小金子，他调咱们分局的学调度了。真的？哎，这会骗你吗？还有什么？快说。别忙，这回你可得好好猜猜了。快说嘛！告诉你，我已经给你和小金子约会好了，星期天一块到公园去玩，怎么样？来不及了，快！大鹏，哎，杨宝，什么事儿？开会好走了，快走吧。好，大鹏呢？换衣裳呢。大鹏，快！哎，快走吧。两个车三人怎么骑啊？来，我带你。超轴，走。老梁啊，咱比赛比赛吧。好啊，来，我喊，来，一、二、三，快，快，时间。我们超轴列车正点到达，你可到误了点了啊！娘，上来了啊！哎，你笑什么？我是没使劲蹬，要上来还不容易、啊？不对，这里头有个道理。你是下坡没使劲儿，你下坡要使劲啊，上坡可就容易多了。哎，对，什么对不对的？别扯了，快走吧。
下一批我飞到朝鲜去不行，怕困难的不去好了。就是你一个人勇敢，就是你一个人和美帝国主义，决心说的不是你一个人地的，是咱们全组。组织上咱们在哪儿，咱们就在哪儿。无论在哪儿都是抗美援朝。话是那么说呀，那能憋得住吗？好，先干活去吧。不一定非到朝鲜去才能抗美援朝，没有后方的支援，前方怎么打仗？你想，那么多军用物资，咱们要不把它运到鸭绿江边，他们怎么拉到朝鲜去？什么道理都讲了，他们就是不听。大鹏，咱们的任务更重了，你应该想办法带动大家找窍门，完成咱们的运输任务。嗯，对。老刘，我看还是让我到朝鲜去吧。奇怪，你刚才不是说还在说服小赵和杨宝明吗？他们老闹，我不能不说服他们吗？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哪能说服人家？你呀，还没有先说服自己呢。这运输任务增加这么多，上级不但不给想办法，反而要往外调我们的机车。我刚才算了半天了，我们现有的机车呀，无论如何完不成现在的任务，所以我不同意往外调。我还想要求上级再给我们调了几台呢。给我们调机车？这到哪儿去调？
那叫我们拿什么来完成这么重大的任务？没有机车叫我们拿手推，用肩膀扛啊。所以说这叫咱们想出办法呀。我是什么办法也没有啊。我看有办法。郭大鹏他们不是请求继续抄轴吗？哎，还有今天开欢送会的时候，唐局长跟我说关于抄轴的问题，他给苏长官在研究呢。分局党委也做了决定，让我们有计划的把抄轴运动开展起来。对，这是个办法。要是咱们段所有的机车都能够抄轴啊，那就能够大大的提高运输效率。怎么的？继续抄轴？还要全段的机车都抄？这本来机车就少，你调走几台再拉坏几台，那不更完不成任务了吗？这怎么能行呢？那咱们就不用抗美援朝了。啊啊，不让抄轴就是不愿意抗美援朝，这罪名我可担不起啊。我看呢，我们还是别抬杠吧，那就让大家抄轴吧，都抄吧。哎，老孟，谁啊？这一定又出了什么事儿了。哎，老孟，你躺着吧，别起来。出了什么事了，老刘？这么晚你还来了？不，没有什么事。哎呀，来来来，坐坐坐。你怎么搞的？事情还没谈完呢，你就跑回来了。老孟，看样子你心眼儿的挺别扭，好像对分局的决定有一肚子意见。来，咱俩谈谈。好吧，我也有些话呀，早就想找你谈。其实呢，分局既然做了决定，那我们只好照着办。不过，我认为这个决定啊，不够太实际。你就说抄轴，那得看在什么基础上搞。关于安全运转，提高运输效率，我不是不同意，可这事实在那摆着呢。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了伪满的水平吧，可现有的机车呢，又都是伪满剩下那些破货，这机车的寿命已经到头了，这还得拿什么提高？是啊，苏联专家说能行，当然了，苏联专家的学问好，技术也高，这我都很佩服。不过他刚来到咱们中国呀，这些具体情况他还不够熟悉。可咱们的条件跟苏联也不同啊。可这火车头拉货是硬碰硬的，这就好比一个人，他只能担100斤，可你叫他担150斤，那人非垮不可。机车不能跟人比，伪满呢也不能跟现在比。伪满留下的死车，咱们都把他复活了。所有机车的质量和运输效率都提高了，可是这不够。老孟啊，抄轴啊就是为了推动和提高咱们的工作，这一点大家认识得很清楚，上级的态度也很明确。上级？那当然了，唐局长是老干部，看问题清楚。不过老刘啊，这是咱俩说，老唐不管怎么，他是从部队刚转业过来，在大的方面掌握，那当然没有问题。可是要说对机车的了解啊，你就说上回分局表扬咱们以后吧，我就想过，我们段里边不是没有条件的，我们可以争取他一季度、半年，甚或一年，安全无事故运转。老孟，我认为你看问题太主观。咱们的工作不单纯是为了安全运转，是要开足马力往前奔。要是不慌不忙、平平安安地赶着老牛车走，我看呢，咱们一辈子也到不了社会主义。哎呀，2点多了，咱们就谈到这儿吧。
照咱爷儿俩合计的，我试满了一下，今儿超了170吨，并没费什么劲儿啊。真的，徐大叔啊，好，我去给您告公出去。哎，你先不要嚷嚷，哎，我还有话给你讲。哎，真是。哎，老梁，我告诉你件事情，老徐超出了170啊，大鹏去报告工会主席去了，要用大字黑板报表扬的。真的？是啊，他超170，我超340。好好好，你英雄。大屯子，大屯子，103拐站开了没？还没开呢。怎么还没开呀？快开呀！我说，到点了，还1分钟。啊！京石桥，京石桥啊！京石桥，京石桥。918-13.06，在你那儿会21拐。918-13.06会21拐。哎嘿，好嘞。怎么样，杨石同志？哎呀，张主任今天可紧张了，刚才这儿差点堵住了。后来啊，我先放了这个，叫他代笔210，没耽误就都下来了。好嘛，很快就成个老练的调度员了。哎，啊，我忘了告诉你了，你爸爸调到清河岭去了。走了吗？请你当人。哎。啊，清河岭，我爸爸。新东，新东。新东。回家。姓金呢？有什么事儿？喂，啊，我们是京东机务段999号，我们要去超轴啊。999，好啊，要超多少？喂，我们这机车刚修好啊，88号能超170，我们还不超个300吨呢。啊？拿得了啊？我们的机车质量比88号强啊。那不得比他们多拿点啊？行啊，我同意，我马上叫站上给你们编啊。好嘞，小王。哎，老梁。哎，来拿车。告诉你们个好消息，这回啊，该咱们创个典型了。创典型？哎，我已经给调度说好了，超周300吨。超周300吨？怎么超那么多呀？怎么样？成啊，创典型。哼，这回该咱们露一手了。走。哎，梁大车。C 长跟他们说过，超轴啊要慢慢的来，咱们一下超那么多能行吗？司机长，司机长，你就认识司机长，你说999号哪班含糊？对呀，咱们还不是照样干啊？是照样干，可是那咱们一下也不能超300吨呢。嘿，那照你说该怎么办呢？车都编好了再甩下来。哎，老梁啊，跟你说一句，这事到底有把握没有？嘿，那没什么，那套啊，咱早就干过，不过咱生的孩子还没起个名就是了。那得成啊！小廖，没错，能干。我可告诉你，这可不是耍英雄主义的事儿。嘀咕什么？小保守，快上车！徐大车超重170吨，同志们，咱们今天再提高一步，想办法咱们爬群驼岭大坡道。爬群驼岭？哎呀，一提群驼岭啊，我这头皮都发麻。好家伙，你看看这么大的坡道，咱可是不敢干。别这么说呀，我们包车组啊还真摸到了一些好办法，让我们司机长跟大伙讲讲吧。好，讲讲讲讲。说说说。大鹏，大鹏，司机长。什么事？大鹏啊，咱们这机车出了事故了。啊？什么事故？检查的结果是胳膊杆断了，原因还没弄清楚。这上面写的很详细。究竟怎么坏的，知道吗？我
才弄不得清楚。可你们到底是抄着了多少呢？300吨。这么多？可你们这不是诚心要机车的命吗？这不是。郭大鹏，不让你抄，不让你抄，你偏抄，你看看这是造成多大损失。老梁，这个事故准是抄着抄的吗？这不是明摆的事吗？老孟，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研究。用不着研究，我当了这么多年的机务段长了，机车怎么样才能出事故我还不知道，这不是抄着抄的是什么？老孙呐、啊，你写个汇报给分局，今后无论如何不能再抄着，汇报上提出来，把郭大鹏调走，免得他以后老股东999的人抄着。事故还没弄清楚，我不能离开我们的机车。会弄清楚的。孟站长，等弄清楚了有了结论再处理，要不然那好吧，那好吧，要不然又要说我不民主了。猛干，车坏回断。老梁，咱们开车不是一年两年了，机车要出了毛病，咱们开车最清楚。你想一想，事故到底是怎么出的？孟队长不都分析过了吗？你还问我干什么？咱们机车的质量不算坏，每次出车的时候检查挺仔细。你是不是驾驶方法上有问题？驾驶方法？哼！小王跟小廖说，说你开气门开的猛。什么都怪到我头上来了。抄着又不是我带头抄的，我抄300吨也是金调度员同意了的。什么？金调度员？他不会这么冒是吧？好，我说话算没人性了，不谈了，随便你们怎么处理吧。哎，小梁，梁大车，梁大车，这算什么态度呢？你看这怎么办呢？司机长，我看咱们以后别抄着了，还照老样干吧。为什么？这事故还没弄清楚呢，你怎么知道抄着抄的呢？别肚子疼怪灶爷了。是，那你说该怪谁？怪谁？怪你们平常不研究技术。哼，拿抄着当碰运气。你是梁子车的副司机，你先检讨检讨吧。我当然检讨了，你急什么呢？好像我检讨了你好看似的。你们吵什么呢？别吵了，别吵了，都走，都走，今天不谈了。你也回去。大鹏，大鹏，我正找你呢，你们机车出了事故了。梁一鸣，抄着是你同意的？是我。你怎么这么冒失呢？你不是说你们司机就盼着调度员给撑腰吗？那你也得看开车的是谁，看他技术好坏，你不能糊里糊涂的不看对象。可你也没告诉我梁一鸣他不能抄轴啊。你应当了解每一个司机吗？调度员怎么当的？我是不了解每个司机，我也不够了解你。
你回来了，你们车出了事故，到底怎么回事？梁永明超收300吨，也不知怎么搞的，把勾背杆给弄断了。勾背杆断了，这是大事故啊！哎，梁一鸣那不都冒出劲儿？谁不知道啊？怎么能让他一下子超收300吨呢？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但是要摸着机车的性子，还得要摸着人的性子。完了，反正超收是完了。孟团长一口咬定说是抄周抄的，还让我离开999。那你也不要着急，事情怎么会弄清楚？好，老徐头也在啊。啊，刘书记，大鹏，别着急。孟团长调你离开999的事儿，我跟老方都不同意。刚才我们到乌兰诺夫同志那儿去了一趟，他说他要亲自下手检查事故的原因。放心吧。检查的结果怎么样？可以断定，这个事故是因为司机在开车的技术上有毛病，所以发生的。第一，锅炉的水上得太满；第二，开车的时候气门开得太猛，气室里进了水，造成了气水共喷，才把勾背杆折断了。所以这次的事故绝不是因为超轴。佩服佩服，唐局长，这次事故我怎么也没有往气室进水这个问题上想，要不是专家给检查出来，我真的糊涂一辈子。杨一鸣同志，你说一说看，你是怎么开的？在中途站，我上完了水，我起车开进门的时候，我是开得太猛了，造成事故以后我还以为是拉多了，一直的也没弄清楚。来，通过这次事故，你们段的领导上应该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出来。是啊，我首先应当负责任。你是要负责任，出了事故也不调查研究，就一口咬定说是抄周抄的，这样做不但打击了郭大鹏，也影响了工人们的创造热情。
不要太迷信过去的老一套了，要更好的努力的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这我相信，乌兰诺夫同志每回到段里来，我都是跟他请教。不要满足于现有的成绩，骄傲自满会妨害我们的进步的，那样就很危险了。是啊，唐院长，我还有两件事情等着处理一下，我先去吧。好，去吧。唐队长，我们报社组要求等车修好了，我们就试验一下在群驼岭上超轴。好啊。哎，先让88号试爬一下怎么样？老徐头开车，让大鹏帮助。好，要是群驼岭上超轴成功了，那我们全分局的超轴运动就可以向前推进一步。好，祝你成功。说起来倒不稀罕，可是要从群驼岭的大坡上爬上去啊，是有点不容易。大伙都说这是88号能干，当然我心眼里也高兴，可是事情啊，我还是得给大家交代清楚。如果要没有咱们大鹏的帮助，这事是万万办不到。谁都知道大鹏开车是我手把手教出来的，可是这回在群驼岭的大坡上可不是我把着他的手了，是他把着我的手开上来的啊。回来我也细心想了想，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他我看也不出乎这么几条，他思想进步，他动脑筋想办法，他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这么一来啊，他的本领可就大了，我这师傅啊，也变成他的徒弟了。笑话是笑话，可是事情我看也就是这个样，如果能按大鹏的驾驶方法来办事啊，不但是我能超轴，他能超轴，我看咱们大伙儿都能超轴。最后我再说一句吧，今年不能和去年一样了，咱们应当要求把今年的运输计划定高下。完了。干吧，我早就说过了，大鹏和老徐头说的话没错。得了，贱逼子，你别在这看风使舵了，你什么时候说这话？大家静静，大家静静了。现在请孟道长讲话吧。同志们，关于超轴啊，我早先反对过，现在呢已经检讨了，唐局长也批评了，
特别是近来咱们段上对抄轴啊搞得还有些经验，这事实也证明了我以前的看法是不对头。按说吧，我们往年一到冬季就剪轴，可今年呢，我们因为抗美援朝运输忙，再加上我们大家在平道上抄轴也有了一些经验了，所以今年冬季在平道上我们就不剪了。可不过要像老徐头刚才这样提议，把我们的运输计划再提高些，我看那可就困难了。哎，为什么呀？为什么？就说我们司机的技术吧，啊，高低不齐，我们也不是个个都像郭大鹏这样吧。我这完全是从实际考虑，同志们，我这绝不是给大家泄气。可再说大家也都知道，冬季吧，气难烧，一下雪呢，这路轨就发滑。我们在陈托岭这样大坡道不剪轴，再要超，那机车无论如何是吃不住的。好吧，请同志们考虑考虑吧。我不知道，他困了。对呀，咱们没有把冬天算在里头吗？去个鼻子吧，夏天我没看过超轴。对，我看也悬呢。冬天在陈托岭那么大的坡上还能超轴，那咱们不超好了？同志们，孟队长提出困难，确实是困难。可是咱们都那么克，有这个把握解决。根据试爬陈托岭，我们觉得机车的劲头还有的是，并没有挖光。咱们司机的技术不高，可以努力学习。烧火累的问题呢，孙科长已经帮助咱们设计好了自动推煤机了。好。好，咱们工人阶级不是靠天吃饭的人，咱们有手有脚有眼睛，咱们要往前看往前想，还得要往前走的。我代表我们九九九包车组向大家保证，不管是刮风下雪下雨天寒地冻，我们都要在陈托岭抄轴，保证不出事故。完了，老孟啊，刚才接到铁道部的电报啊，哎，要郭大鹏啊去参加全国机务会议，哎，你快通知他一下啊，让他准备准备，明天跟我一道走啊。好吧，唐院长，我马上就通知他。嗯，郭大鹏同志，听说你们段里冬运计划定得太高了，不切合实际。嗯，你觉得怎么样？不，卢部长，计划定得不高啊。为什么？我们段超轴运动搞得很好啊。卢部长，你想，现在差不多的机车都比过去多拉一二百吨，那今年的计划比去年稍微定高一点，那算什么？这细账你们在段里算过没有？算过，嗨，可是保守的人呢，老是朝后看，你再给他算清楚点，他也不信。真没办法。
郭大鹏同志，为了让咱们的国家早一点工业化，所以工人和农民要多生产，多打粮食。那么您说咱们铁路工业呢？多运输。对，大鹏同志，你开创了超轴，这是个大胜利，大事情啊！你想想看，一台机车每一趟多拉90吨，这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可要是全国的机车每一台每一趟都多拉10吨，那这会怎么样呢？啊，全国的司机都要超轴啊，哎呀，那意思可就大了。是啊，哎，不过光拉着多还不行啊，还得想办法跑得快。最近昂昂西的司机们，苏联专家正在帮着他们展开500公里运动了。从前一台机车一天只能跑200到300公里，现在一天能跑500多了。你们拉得多，他们跑得快，要是又拉得多又跑得快，大鹏同志，那意思就更大了，对不对？是啊，大极了。来，咱们的国家这么大，可现有的铁路呢就只有这么点儿。是啊，那么多的地方还没有铁路呢，叫人看多难受，就像人身上没有血管一样。是，毛主席指示我，要建设工业就要有铁路，几年之内一定要把咱们祖国的南北西东各部都用大血管连接起。不过目前就是有铁路的地方咱们也还没把劲儿全使出来。明天部里要召开一个机务会议，讨论展开多拉快跑运动，请你参加，多发表点意见啊。罗部长，明天晚上全国铁路电话会议，大鹏同志也参加一下。好，请咱们的超轴能手对全国铁路职工先讲一讲他的经验，等开完机务会议就组织工作组到全国去推广。
你不是说还有什么好消息吗？快告诉我呀。好，鲁副部长说呀，要大力的推广咱们的潮州经验，以后准备在全国铁路都要潮州。哎呀，那可太好了，大鹏，这主要是你的功劳啊。不，这主要是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不然的话，我一个人什么也做不成。对。还有，要是没有调度员的合作，那哪能行啊？咱们更得好好干了，全国都推广了，咱们可不能落了后啊。对。啊，这是我在北京给你带来的小玩意儿，得给我好好的逛了逛北京啊。咱们的首都啊，可太美了，真是，要是咱们俩一块儿去那多好啊。哎，我以后一定要去。嘿，小老头小老太太，呵呵，真有意思。哎，谢谢你大鹏。好不好？你还生我的气？别提这个。我告诉你啊，前几天我给我爸爸写了封信，把咱们俩的事情都告诉他了。他怎么说的？他同意。公子呢？嗯，好，你回来了，回来了。哎，回来了啊！回来了，来来来来，坐坐坐坐。怎么样了，老郭？见到部长了？他有什么指示没有？部长说了，帮西进开始搞500公里运动了，咱们家就怎么样啊？嗨，咱们家的情况啊，是真叫人愁啊！今天又有一列车没拉上全驼岭去。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不很简单吗？往年吧，一到冬季就减轴，可今年呢，不但不减，还要超。这当然就拉不上去了。孟团长，我们的车呢？哎，你们的车最近跑得倒不错呀，那个梁一鸣转变得也很好，表现得还不坏。我们车没跑全驼岭？没有，太太平平的在平路上跑吧，在平路上哪怕你们回回超轴呢都行。你们现在是全国出了名的机车呀，可更不能轻举妄动了。不，孟团长，带我们跑全驼岭吧。你听我说，大鹏啊，你应该体会到领导上的苦心呢。过去我是没有尽到责任，可以后我不能放松了。万一999号再出了毛病，那影响可就大了。我告诉你，不管怎么着，冬天拉潮轴啊是上不去全驼岭的。我们段上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运输的情况一般的就是这样，汇报完了。
谁还有什么问题？照你的回报看来，你们段上的业务量还能不能再提高了？一般的说是困难。孟凡菊同志，我问你，为什么那么多车上不去群驼岭呢？卢副部长，你看群驼岭大坡道那么陡，这天气又这样糟。老说天气糟，那到年底咱们向政务院打报告的时候，是报告一年多拉了多少列车呢，还是报告一年有多少个糟天气？他是有些司机要求啊，像往年一样减减轴。很多司机都是这样要求的吗？不，不完全这样。郭大鹏同志，你们机车进来怎么样？我们的车现在我让他们在新安县上跑呢，那儿线路平一些。为什么不叫他们跑群驼岭呢？行政上照顾他们，怕出了事故影响太大。这样照顾，这不是让他们脱离群众吗？是啊，把一个包车组培养起来，不让他们带头去克服困难，可都把他们当宝贝藏到保险箱里去了。陆副部长，让我们试验一下爬群驼岭吧。哦，你们能爬上去有什么根据呢？我们包车组也讨论过，也跟调度员研究过，有些车爬不上群驼岭，主要的是冬运防寒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再一个呢，从前一到冬天呢就减轴，现在不但不减，反而要超，这下子把大伙给吓住了。卢副部长，我们做好了一切冬运准备，所以我们不怕。嗯，对的。孟凡举同志，你应该很好地检查一下你的保守思想，你总是停留在一套旧的技术和公式上，不能大胆地接受苏联的先进经验，结果呢自己没有进步，还阻碍了工人们的创造和革新，你这样发展下去可是很危险的呀，同志，应该好好地考虑考虑。同志们，我们一定要胜利地完成冬运计划，不仅要拉得多，还要跑得快，我们应该有步骤的、有计划的把多拉快跑运动好好的开展起来。好了，现在休会了。孟凡举的问题啊，我们也常批评他，可是效果不大，这我要负责任。我们的意思啊，是把他撤职，另外调换一下工作。孟凡举这个同志嘛，主要的是认识和思想上有毛病，他主观上还是想把工作做好的，恐怕还是应该加强教育啊。只要他思想认识上有转变的话，他还是个很能干的同志，所以这个撤职问题嘛可以不考虑了。好吧，卢部长，最近郭大鹏的包乘组啊拟定了一个冬季超轴试爬群驼岭的计划，分局调度上也同意他们这个计划，同时还想在24小时内啊来回跑个500公里。苏联专家和我们都看过了，认为很好，准备马上试验，你看怎么样？好，你们分局是超轴的发起人，全国铁路都在看着你们呢，你们要加倍的努力。
去哪儿去了？到车站了解线路情况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哦，老丁啊，你看今天这个天气，999超轴爬群驼岭行不行啊？反正领导上决心很大，干呗。我已经和金燕池说好了，我自动加一班帮助他。好啊，那你这老将兔马一个顶俩啊。唐局长，哎呀，今天这天气真是太不好了，杨一鸣他们都直担心呢。是啊，今儿个只敢刮大风。就是啊，后来郭大鹏给大伙打气儿，他说不要紧，往群驼岭刮的风是南风，正顺风啊，咱们呢还可以借借他的风力呢。好啊，诸葛亮借东风啊，郭大鹏倒借个南风了啊。群驼岭爆点了没？还差十分钟。啊，唐局长，郭大鹏倒是担心往回走的时候困难。你看，从中腰到山顶，又是大坡道又是山洞，这往回走呢还正顶风，昨天两辆车都没爬上来。报点，999号超轴列车正点安全通道。哎呀，说实话，我真没有想到拉那么多还能拉得过群驼岭去。今天没问题了，唐局长，就看明天往回返吧。嗯，唐局长，防空司令部通知，敌人的飞机已经出动，在安东一带轰炸。马上命令各站注意防空。是。喂，啊，好，高大山，老梁，到后边歇着去吧。好嘞，小王、小亮，到手车上去吧。啊，好嘞。今儿个往回翻这200来公里，可瞧你们的了，加把劲儿，好听你们的喜信啊。放心吧，老伙计。好嘞，好嘞，好嘞。305正点吗？正点。啊。哎，我让8058试完风赶紧开啊。好嘞。阿平报点，阿平报点。怎么样？昨天晚上999到达终点站晚点没有？没有。现在999在哪儿啊？刚从潮山开出来。嗯。现在谁开车？本来是梁一鸣，现在又换了郭大鹏了。潮山，潮山，紧急报告，紧急报告！啊，潮山，潮山，什么事？第一带发现了敌人的飞机，已经发出了防空警报，所有的列车都截停在那了。哎呀，999刚开出去8分钟，到中央还得5分呢，现在正在走着呢。中央，中央，那叫他们防空吧，下回再创记录吧。火车斗不过飞机呀、啊，快下命令让他们防空。不，等一会儿，中央，中央。
报点，999号超轴列车安全正点通过。安全正点通过，得早一分钟啊！爸爸，真的，那人呢？没什么吧？神仙，还不是咱们的飞机打下来的呀？唐局长，我今天转服了。由于999号包乘组的带头作用，带动了我们全分局的65台机车超轴，算下来，我们分局半年内一共超额多拉了200万04000吨，这就等于我们少开了200多趟列车，可是呢，多拉了200多趟列车的货物。这对于支援我们的工业建设和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都起了巨大的作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感谢苏联专家对我们的帮助。已经决定了
要在全国铁路上大力开展满载超轴500公里运动。同志们，我们要不断的努力，要继续闯造，要拉得多跑得快。祝火车头和我们的祖国早一点拉到社会主义社会去。